Miss Hellas, I have 20 years. I'm so glad to come to Jenny's dream show. I'm here, yeah! It's okay and I'm just feeling... 大三，大三，请你过来一下，有点小事情。本来是不需要麻烦你的，由于我30多年没说英语了，那先让他调匀呼吸，气沉丹田。OK。英文怎么讲？气沉丹田。What Mr. Boba said is to 气沉丹田。请你过来，一定要如实的翻译，对吧？不行，你就说对不起，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，我就叫老冒傻。Take a breath, take a breath. How can you tell us now where are you from? 哪个国家 ？Россия. Я Мала-Ненец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. 这个国家是什么地方在？我听的反正不是中文，也不是英文。这样的形象，我觉得应该是类似于像那种东欧。我觉得还是俄罗斯靠近的 Russia。对，你们猜对了啊！原来你会讲中文啊！我们被他游戏了，我们被他游戏了，游戏了。大山哥哥，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谢谢大山老师，请坐。阿海，你到底来自哪里？用中文告诉我们好吗？我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，在中国有一句话。一脚把你踢到西伯利亚去，是来自哪里？你的家乡真的好有意思，因为我们每次看天气预报才知道有一股新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来的，特别特别冷的地方。对，我们最冷的时候-50多度，又一次-70度。如果在你们的家乡穿成这样的话，是什么结果呢？穿成这个样子。会结冰。来中国多少年了？差不多3年。阿海，那来到了我们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把妈妈的病治好，然后跟她在那一起跳舞，因为我的妈妈很喜欢跳舞，她从小跳舞，会跳舞，学了很多舞蹈。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是在背上有长了一个东西，应该是脊柱上，然后右腿很难受，走路很难。那你们那边看不好吗？这个？对，因为我们那边医生不专业不好，然后他们说必须做手术，但是在中国不要手术也可以弄好。哦，你们那边因为临床经验少。非常孝顺的爱海。向前一步，离波波老师近一点，我们让梦想照亮现实。你好。你好，波波老师。就是你的梦想是把妈妈的病治好。对。现在碰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
我们的飞机好贵，飞机票。哦，飞机票，还有招好医生。哦，走。好的。我们来问问这边。哦。作为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种那种友人，我们还是很支持。作为企业呢，我们也愿意给你的资助。好，为这个女孩的梦想投票，5、4、3、2、1，投票。也感谢爱心企业的帮助，美妙的音乐为你送行。谢谢爱海。这位快乐的俄罗斯女孩，我们一起期待你的妈妈早日康复。